来办的。这种配置吗？就是说那个？没有，就是你自己单点的。你要啊，在那个朝阳区，朝阳区，朝阳区有什么？在那个朝阳区那边。第十来了。你说玉龙吗？还是天成？奥运媒体那个地方。啊。北京电商给收购了，电商石油。哦，那边去了，那边对鸭川那边很多的项目，鸭川那边我们做了很多。鸭川因为像那个谁，就说张经理那边，但是你把设计院对也得弄一弄，还是要就把设计院弄好，因为你不能当设计院就搞定，这院老师几个人怎么做嘛？对对对，挺好的，一直用的，设计院的人不错的。姓聂的一个人，这皮啊，吃了对，这是用电烤的，用炭烤的。